窑鸡腿，他专卖鸡腿，然后他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用那种铝箔包把它包起来之后，然后放在那个窑里面，直接在夜市这样窑烤，一颗一颗完整的大蒜，对，大家就是一打开把它剪开之后吃那个鸡腿，它还有鸡汁，那个蒜头如果是黏掉就很棒，很黏，你以为是怎么就黏掉了？好多汁的感觉哦，是吗？对。一整个蒜头好好吃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空起来了。